果冻现在还是79块9给你们发酒喝啊，就是你们便秘特别严重的，有好几天不上厕所的啊，就去拍咱们家小果冻啊，吃完以后排便特别顺畅，而且排得特别干净，或者是你们爱吃大餐的、爱吃油腻的、爱吃夜宵的啊，一定要去拍果冻。还有就是你们爱长这个的啊，或者是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啊，怕长这个的都可以去拍小果冻啊，79块9是发酒喝啊，有需要的你们小黄车去下单啊，吃完以后记得喝水啊，白天的时候能多喝热水记得多喝热水啊，吃的时候记得细嚼慢咽啊。平常你们就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啊，可以一次性吃2条的啊。好了。你们有什么不明白啊？有任何问题去找客服就行。